然后下面这首歌叫《不好的时候》，然后就是，就是刚刚讲说，就是好像我，就是我的歌都没有拍 MV 这样，但其实就是唯一这首歌，就是有跟朋友录了一支 MV， 然后其实是在自己房间里面录的这样子。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上 YouTube 搜寻，就是《不好的时候》这首歌。时候我会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眼睛里头现在的样子。不好的时候我会写一些字，可能这一篇故事，也可能什么都不是。不好的时候我会抱紧枕头，让那些回忆瞒住我，我等久了还动弹不得。不好的时候我会听那首歌，开始听它是后来的事了，之前还不懂歌里的酸涩。前面还有等着的人，请你再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我会努力赶上这班车。我知道世界很大，没有什么是非要不可，我会再想一想，再想一想，准备好了就动手。
谢谢。